气了吗？这个梗用过。好，我们刚刚讲了那个重重量百分浓度哈、哦。那我再把那个秘方复习了吧。好，10%的这个溶液，啊，反正就是盐水哈。100克。那你说10%的盐？10%的盐水溶液啊。然后100克。100克。总量100克。好好好好，你讲。十本这个盐水100克，希望里面含几克的盐？大概是90多吧。啊，不，不对啊。几克？含的冰块。都90多吧。我说的是溶液100克，我不是说溶剂100克，我说溶液100克里面含几克？那就死啊。10克的盐，对不对？嗯。Hello， 这边都睡着了。OK， 记者有在听吗？啊，有在听吗 ？OK， 没有。那现在仔细听。是。我从里面取一克，像这一克里面有多少盐？0.01。这里面的盐是0.1克，有问题？没有。我取10克的盐，这里面取10克出来的，里面的盐有几克？一克。没问题吧？好，这是叫做重量百分浓度。好。我现在呢，在1000公升里面，我放了一摩的盐。哦。我放了一摩哦，请问我放几个？我放了几个盐分子进去？一摩。对，一摩。一摩，所以我放几个？一摩的。啊，你说。我在1公升，1000毫升里面，这个溶液里面，我里面含有一摩的盐。嗯。1000毫升的一个。1000毫升就是1公升，对不对？啊，1公升里面有。这一公升里面的溶液，我知道了，这溶液里面有一摩的盐。嗯。请问，我里面几个盐分子？一摩，或者是一个，有一摩个。也可以叫做6×10^23×48克，对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有这么多盐分是吧？这样清楚不清楚？清楚啊，清楚啊。对啊，我如果从里面取了10毫升，请问里面有几摩的盐 ？Yes， 几摩？我取了10毫升的。10毫升，里面几摩的盐？1%的62%。嗯，不对。几摩的盐？0.1摩。我现在说几摩？0.1摩吗？零点零一摩，对呀、啊，那就跟刚才一样，我刚才1/60/32克。我刚刚说几摩，我刚才问的是几摩。跟他们一样。对了，一样，你的答案跟我的意思是一样，但是我刚问几摩，你就回答我几摩，而不是回答几个。我说你有多少钱，你就告诉我几多少钱。好，1/1。1/1都来100分好了，1/1嘛，对不对？对，1/1的就讲对，没有问题啊。对不起，小丑就该待的，没问题吧？不要那边有没有问题？命中没有资格叫我小丑，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哈，好，好，继续哈，这两个差别看什么感觉出来？有，这边是以克为，我们比较关心几克，这边关心什么？这边关键摩尔，这关键的是摩尔，是个数哦，是几个哦？为什么关键是几个几摩？为什么？因为它反应的时候都是几个一起反应的嘛，它不会几克反应嘛？因为几克不重要，几克我有100克的盐，跟100克的水，不是水，我有100克的碳，我有100克的氧，反应会生成几克的二氧化碳？200克。200克，200克，300克，200克，400克，停，有没有问题？没有。计数，对吧？没问题嘛？我有100克的碳，跟100克的氧，100克，会生成什么？100克的二氧化碳，会生成100克的二氧化碳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1:1等于。这1:1是指的是重量吗？对，是啊。哦。等等，不是应该等。那我知道，所以不是。
我要算。好，我跟你说，你说。你一百克加上一百克的味，没有道理会还是一百克啊。对啊，诚意说出来了，没有道理说出来了。小丑，你基本上这已经没有满足重量守恒嘛？一百跟一百相加就等于一百克，两百克了吗？就把这个两百克是对的吗？也不对，我刚刚是一百五十克的二氧化碳，都错了，错了，一百五十，一百五十。啊，你不是说一百吗？没有，这是自己说的嘛，自己说的，这自己说的。为什么？这样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这样对吗？不是不是不是，对，就两百克啊。不是，自己说一百克的碳跟五十克的氧反应成一百五十克的二氧化碳，对不对？不是，那个擦掉，我说错了。说错了哈，啊，不承认了。我觉得是两百克。我觉得两百克。听你们在不对啊吗？我开始被样算，我开始是那样算。方式错了，方式错了，换答案对了。我还没算好啊。那你要做怎么算？你都算好。让我想一下。原子量，分子量。原子量分子。原子量分子，你每次都自己在讲你的关键答案。有我在算。跟原子量分子量有绝对的相关。你把你讲关键答案。有跟原子量分子量有绝对相关。这样。自己。可以重复一次。有什么关系？跟原子量分子量什么关系？因为他们两个，我先问自己。那个，它就每一种原子分子，它重量不同啊。嗯哼。所以说。所以说我假设要这样配起来的话，用重量来算的话，我应该是多少克的碳跟多少克的氧可以完全反应？哎爸。变成二氧化碳。可以重复。查一下下。查一下元素表。好 ，OK， 先换你的。那是题目吗？我多少克的碳跟多少克的氧？我刚说一百克跟一百克的。一百克的碳跟一百克的氧，可不完全反应。不行。不行，为什么？因为会有多的。谁会多？应该是后面那个吗？不是啊。不是氧会多吗？氧不会多啊。为什么会多？不会多。氧会多。为什么会多？不会多。会吧。不，那是不会多，都不会多。一百，所以一百克的碳跟一百克的氧可完全反应。对啊。那把那个数不行。二十四。可按你这个，你这个化学式这样看起来不是对吗？化学式是对的。啊，反应式也对的、啊。反应式也是对的、啊。那怎么一百克跟一百克就不能？就是一百克就是不能跟一百克反应。这两个刚刚讲有关的，有关，绝对是有关，只重复而已。二十四跟十六。二十四克，跟什么？十六。十六克，可以反应成这个。好。错。我知道了。啊，你说。你知道。因为一百克加上。小丑，那个志姐，你要注意哦，他的这边是 C， 这边是 O2 哦。好了，我来看看。他不能变成一个 O 吗？啊？他不能变成一个 O 吗？为什么要一个 O？ 一个 C。哦，那个，你把它改成三十。三十二。哦。那个四十八跟三十二。二十。嗯。为什么四十八？这个 C。它要变多。为什么？因为氧变多了、啊，氧没有变多啊，氧是两个氧哎，一欧库啊，所以这边应该是十二嘛，所以氧是，你看十二三十二，对对对，没错就是这样，十二克，不，可是，怎么样？我还是会提吧，这样不是一样吗？而且，没差，这怎么一样呢？十二克跟二三十二克反应成四十四克，跟一百克跟一百克反应成两百克，怎么一样哦？完全不一样啊。我懂了，你懂了，很好。怪你懂了吗？懂了。为什么这边要十二克？这边要十二克，是因为它原本的重量。什么叫原本的重量？就是它的，就是每个原子有它自己的重量，然后分子。可是那个。啊，所以这代表什么？反正它就加起来变成一个分子的。松卡嘞。啊，轩宇。我要上厕所。哎呦，有违第一次哦！哇，年纪这么小就一直跑厕所，要不要麻烦那个下上厕所，今天下课之后执行完毕了。麻烦带尿斗来。那个，尿尿。那一百克是什么东西？哪里一百克？没有，我刚刚假设的。说丁香。说假设，假设一百克跟一百克的氧可以一起反应吗？啊，生成什么？所以其实是可以一百克的东西，只是另外一个蝙蝠而已。啊对，假设这边一百克的话呢，基本上你要先算出它的墨数，你要除以十二，算出墨数了嘛 ？Yes。你算出墨数的话，这边要取等量的墨数嘛？然后要除以。Yes。对。好。
所以取出等量墨数之后，生成一样等量的墨数，对不对？我们关键点在反应是跟墨相关的，反应的过程它的系数是跟墨成比例关系的。我们在乎的是墨，我们不在乎它几克。I don't care more. 对不对？闭嘴。是不是这样子？清楚吗？为什么在乎的是墨，不是在乎克数？因为没有意义呀、啊。大家在乎的都是墨了，才不在乎这个。因为墨才是那个原。墨才是王道。这是关键。因为墨代表的是个数嘛。耶、yeah, ，墨代表个数，我一个碳一定可以跟一个氧分子反应。没。两个碳就是跟两个碳反应，不会是一克碳。一克碳可以跟一克的氧完全反应吗？不，搞不好。不行，不知道，不确定。在这边，不行吗？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我听到你在说什么。为什么不行？因为比例不一样。比例不一样吗？一克的碳等于几墨？不知道。十二分之一墨嘛，你不知道。是。一克的氧几墨？16分之1。错，氧是氧分子。一克的氧32分之1，所以12分之1墨不会跟32分之1墨的氧反应嘛？是的，清楚吗？清楚了吗？清楚的，那边懂了吗？清楚的，睡着了。啊，要分比，所以很在乎的是墨。我今天懂了，完全懂。OK， 没有懂。所以呢，就懂。Hello， 回来。所以呢，假设我在1000毫升。也就是1公升啊，里面用2摩的盐好了 ，NaCl， 2摩。CL。可不可以？可以。啊，这是一个容易，我现在没告诉你它是什么叫什么，反正一公升里面有2摩的盐，一公升是什么？溶剂还是溶液？溶液是溶液啊，一公升溶液里面有2摩的盐，需要几克？几克？算一下嘛，几克 ？NaCl， 那还要算吗？好不的啦。算一下，算很难吗 ？NA 多少？哦，2三焦3素呢？是5十八。八。啊，58。我说2摩嘛。2摩，所以就是116。好，我这边1公升的溶液里面有2摩的盐巴，也就是116克的盐巴。好了。我现在从里面任意取100毫升。等一下，我知道，116分之100，不是啦，是你从里面取100毫升的话，会有几克的盐？会有11.6克。11.6克的，对不对？因为要取了十分之一嘛，所以它盐巴是十分之一嘛。Yes， 可以。有几墨？啊，几墨？里面几墨的盐？零点二墨。零点二墨的盐嘛。是的。这样问题？没有问题。所以我把这东西的概念定义叫做，这叫做体积墨浓度。每公升的溶液里面的溶质墨数就叫做体积墨浓度。我们给它一个单位叫做 m。台语。好了。所以我现在要你们调。我现在你们调一杯。2m 的盐酸溶液怎么调？可我 2m 的盐酸溶液，盐酸，你该准备多少盐酸？该准备多少盐酸 ？Cl 的2摩的盐酸 ，Cl， 准备2摩的盐酸几克？大概116克。错。Cl 的想清楚啊。2摩的盐酸，我准备2摩的盐酸。2摩的盐酸。但是我们两克里面都去表，那去外面找。等一下，我准备2摩的盐酸，对不对？2m 嘛，2m 表示我1公升里面2摩嘛。我在瞅。OK， 所以我现在2摩的盐酸，我需要多少盐酸？啊？你需要几克盐酸？2摩的盐酸。对，需要几克盐酸？啊？我需要2摩的盐酸，我就是需要几克的盐酸。哦，2摩。啊，盐酸的那个什么？坏是多少？不在这里吗 ？HCl 吗？我就下面的那个什么，它的那个原子量是多少？原子量。一加 Cl 多少 ？Cl 32吗？35。35。我找到 Cl 了。HCl。35。可以多少？36。36。忘记
所以要准备几克的盐酸？36两摩尔。要准备几克的盐酸？72克的盐酸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我先准备好72克的盐酸，我倒进多少水？100吗？1000吗？1公升啊。1公升，我要倒进1公升里面的水吗？对。我要倒1公升的水，我直接把它倒进去。这样对不对？错，不对，不对，哪里错？应该是要先把它倒进去，然后加水，然后要等于1公升。OK， 所以先倒到1公升里面就不会超，不就没办法倒1公升，因为就坏掉了，就超过了嘛。所以应该倒多少水？倒928。928对，928。928很难倒嘛，所以一般来讲就倒少一点嘛，因为我们倒900就可以啦。不是啊，不是按照刚刚所说就是。我知道，但是你不好，你要称到刚刚好并不容易，所以你就随便先倒一点，甚至随便倒一点，是随便倒一点啊，但不要随便倒一点，就倒个500也可以，倒个600也可以，倒个900也可以。因为有时候两个容易加起来，并不是它吸十二克不代表吸十毫升哦，因为它的密度也许不是一哦。对。这是盐酸，并不是水哦。只有水，纯水的密度是一，只有纯水的密度是一，也就是它是72克盐代表72毫升。盐酸的密度多少？不知道，不知道啊，我也不知道啊。所以你可以直接扣72，不行这样做，所以你就是先倒个900克啊，假设是900毫升，900毫升的水先倒好，我把盐酸倒进去了，但是我去量，它可能变成960毫升好了。我倒进去变960毫升，请问还要加多少水？还要加多少水？我要加40，还要加40。我把凑成1公升嘛，1公升很容易，这样有听懂吗？又卡住了。伺服器中断了。好，没关系哈。我们现在取72克的盐酸有没有问题？取72克盐酸有没有问题？72克盐。没有，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吧？没有啊。我现在把容易变成1000毫升有没有问题？我把容易变成1000毫升有没有问题？容易是全部加起来吗？全部加起来变1000毫升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。没问题。所以我再倒进去，我刚才倒到多少的水里面去？900。所以有两个答案嘛？928。第一个答案是928好了。第二个答案是。900。好。哪一个是正确的？不知道928。哪一个是正确的？答案是不知道。为什么是928？没有，不知道，没错。为什么928？包括你刚刚讲928，你一定有你的理由。为什么928？因为加起来才正确。OK， 好，但是你要知道哦，这个72是什么？什么单位？克。我这边什么单位 ？ml。所以我们没有理由说72克的盐酸恰好等于72ml。因为我们需要的是1000ml 嘛，1000毫升嘛，它密度不一，密度不是一样，对啊，所以就不知道了。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不会知道它到底几毫升，这是有问题的，对不对？这边是有问题的，我们不知道它是几毫升，所以它不是72毫升，所以怎么办？早上密度，我不能用928嘛，所以用多少？早上密度，我可以用，我可以用930。可以，不行，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因为这样的话。就有可能超过，对啊，有可能超过，所以用800或是，我觉得用500最适合。OK， 500可以啊，我们用500，没问题啊，就用500。反正加进去之后呢，假设变成560，就知道它是60 ml 喽。我们就是60 ml。啊，对，就知道60 ml。可是我要再加多少？500 ml， 560可以吗？不行啊。五百再加400。为什么不行？因为你要抽一。为什么不行？560不行？我只是要跑的。好，为什么不行？什么不行？我们，你刚刚用500毫升就好啦。我们用500毫升加上72克的盐酸进来了，假设我们做的混拌的结果是560毫升。嗯。这样是不是2m 容易？不是啊。不是，那应该怎么办？好的。加。加什么？四。还在加440毫升，对不对？这样问题，没问题嘛？我们把它凑成多少？1000毫升的毫升容
这样的话，你就说这容易是什么？那个2M。对，非常好，这是2M 的容易。2M 的乙酸容易，这样问题？有问题？难难。好，非常好，好，那现在进入第二个问题了，进阶题了。一摩尔的进阶题，麻烦各位思考一下，如何配置一阵一阵雨的摩尔？一摩尔的阵雨，一阵雨的摩尔，请配出，请配置一米乘二米乘二乘一，是用，因为每次用1000毫升，请问1000毫升用得完吗？1000毫升当然用不完，用不完很浪费，所以请配置200克一 m。的氢氧化钠溶液。No， 太难了。哦，我知道。好，请告诉我你的过程都知道。十分之一摩尔。什么意思？200克1M。200克1M 吗？我需要一个1M 的氢氧化钠溶液，但是我只要200克，我不要1公升。我们刚刚做法是配1公升嘛，我现在不要1公升，我要就200毫升而已。200毫升分讲200克。十分之二。200毫升，啊，200毫升。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二摩尔。等一下，我现在是。你要先知道我们需要多少溶子，没有错，陈用的方法是对的。你说。不懂的，那。那是23。那那那那那。好，那。我知道了。哎呀。像30。40。那像是。啊，没有没有。40，不。那。我知道，我们要先丢一点东西进去，对不对？什么东西？那先丢十。等下说我们要配一摩尔的钠，而不是那什么？钠在哪里哟 ？NaOH。钠在哪里呀 ？NaOH 是什么？氢氧化钠。氢氧化钠。嗯，我。然后跟。先丢。OH。可以先丢10。然后看是那跟 OH 十二镁有什么？的溶液吗？溶液。哎呀，什么溶液？十二镁是什么？在这里面的话，那个 NaOH 是溶脂。溶脂对。水是溶剂。水是溶剂。然后溶液是 NaOH 加水。对。志颖你怎么了？好了。好了，那你告诉我啊。把克的。NaOH。然后嘞？再加水。一样哦，强碱 ，NaOH 是强碱，不能去加水。先加水，再加 NaOH 8克，然后再加水，然后加到。你讲加水都不知道加多少水啊？用水龙头直接灌进去，咕噜。你可以把程序再跟我讲一遍吗？先加一点点水，然后再加。那一点点是多少？50毫升。然后嘞？再加 NaOH 8克。嗯哼。然后再加到200毫升。OK， 它这程序大家有什么意见没有？或什么想法？不知道。啊，那跟你想法怎么不一样？我那八什么东西是哪里？好，八什么东西是哪里？八个什么 ？NaOH。八个 NaOH 是什么？是溶脂吗？对。八克，为什么是八克？因为十分之二啊，因为我们要配200毫升的液嘛，所以我们假设1公升的时候是1M，1公升1M表示是一摩嘛，我现在是200毫升，所以我需要几摩，是不是0.2摩？那怎么会是八？啊？那0.2摩不是八？哦。你有点累了。所以是溶剂加。八会要等于200。哎呀呀呀，没有错，最终的结果是加起来要等于200，但是不能直接加嘛，不能说我就取160，对不起，不能取192克的水去加8克的 NaOH， 然后说这东西会等于200克的。溶剂的剂是哪？一 m 溶。E， 其他再有什么问题？问题可大。哪里大？我已经我在说。你不能告诉我一个答案，说我要取一
192克的水配上8克的氢氧化钠，然后去配成200克一 m 的。知道了，因为我不知道氢氧化钠的那个密度多少。好，然后我知道我的过程就是，好，我先拿一点水，那一点水我先拿，然后这样40克，哎，40ml，然后我再配那个8克的氢氧化钠 ，OK， 然后看它多少，反正加了200，对，要加到200，加了200毫升，这边清楚吗？哦，清楚吗？每次别人都要讲第二遍，你这样会很累啊！别人会很累，不是你很累，是别人会很累。你要仔细听，好不好？这是我们每次不管做任何事情都要仔细听，记成。这里。好。干嘛又怎么了？先再讲一遍。不要了。再讲一遍，然后等下冠霖。再你讲。好，再你讲一遍。再你讲一遍之后，等下冠霖附送一遍。怎么配置？这是错的哈。来，怎么配置？然后配置这个啦，反刚不应该讲那是错的，他就讲那个。至于讲一遍的，至于讲一遍的，陈宇讲第二遍了，现在请讲第三遍。怎么配？就是反正总而言之就是要弄到200克，200毫升。对，200毫升。所以。又在听吗？有。所以，先把那个叫什么？那。在氢氧化钠，氢氧化钠的那个功课弄出来了。几克？40克。等等。40克是一摩，你要不要一摩？好，不要一摩。所以应该多少？我不知道。好，陈佑，你讲一遍，怎么配？啊，因为200毫升就是1公升的1/10嘛，啊，所以连那些溶。纸都直接用1/10，所以就40的1/10就是8。OK， 可是我不懂哎，哪里不懂？为什么1/10的零八？啊，这边不是40克，分子量是40啊。哦。分子量40，1/10末等于多少？哦，1/10，我刚听成1/4。OK， 好。1/10。你要先想到1/10在这边有意义吗？我刚刚这边没有出现一个1/10的地方啊。哦。对不对？好。你刚刚说什么？刚刚是你问问题吗？问了，我好像。好，陈阳继续。嗯。继续。还没有讲完，八克。那八克，然后要加上溶剂，要等于200。嗯哼。毫升，啊，所以就是先放100毫升的水，然后再把这丢进去，然后如果是108的话，那再丢92。嗯哼。我知道了。嗯。是怎么样？一摩尔的氢氧化钠，就是1000，然后一摩尔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呢，那群里面的200出来，对不对？我只要配200而已，对。没错。对。所以呢，所以就是把那个1000除以多少变成200，应该是 OK 哈。然后那个它除以多少，然后那个1m 要除以多少？对，好，非常好。真要干哦！米虫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，冠霖重复一次。可是因为如果以摩尔的氢氧化钠就是40，就要等于1000的水，然后我们要去200的话，就要变成1000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就要乘以10/10，所以是几？就是乘以18克。嗯。那先取100的水，放进100ml。108什么？掉好汗。ml。就加到200ml。OK。知道了。啊，被清楚了哈，这过程清楚了哈。好。我听不懂他说。那没关系，你到清楚这边就好。好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在那个，哪个？体积摩尔浓度讲完了。嗯。相信大家也都清楚了哈。嗯。所以体积摩尔浓度很重要，是因为我们在做化学反应的时候，我们常需要体积摩尔浓度。所以假设我们下礼拜我们要做一个反应，下礼拜我们要做一个实验，啊，这实验因为有，对，这实验因为有强分强减，所以我们这礼拜就不做，这礼拜做准备，啊，哇，有灰尘，不好意思哈，
好，下礼拜我们要做酸碱中和的实验，下礼拜是强酸强碱的实验，所以麻烦各位同学先试，对，有强酸，所以请你先试做研究，看课本呢，到查清楚强酸跟强碱怎么跟水反应。徒手。好，课本应该有一些指示，有一些想法。在今天的学习单的第六题，就是要请清楚一下操作强酸强碱的一个稀释过程应该是怎么样，然后我们下礼拜要做。啊，今天的学习单的第六题。我没。啊，我怎么拿到今天？什么叫做各自使用的实验？这个。嗯。啊？哪个实验？酸碱。对啊对啊，使用的时候怎么样？想想一下嘛，你使用末浓度跟使用这个最后百分浓度会用在哪里？哪边时候会用到最后百分浓度？哪些时候会用到体积末浓度？所以这张学习单是下来。是的。这一张学单下礼拜，但是你可以现在写，好不好？现在我给你们时间写。好，现在可以讨论，现在可以跟你小组同学讨论。解离是不是就是？你是写完那一张吗？好，那今天的学习单呢？停。今天学习单的前面呢几题 ？Hello， 这位同学，前面几题在课本都有答案，麻烦自己查课本，好不好？我不懂，我们叫做各自使用。哎，所以你上面这写都是体积末浓度。对，定义词。体积末浓度，我也不懂。你到底想要问什么？然后就自己。